中油公司宣布，从周一凌晨零时起调降各式汽柴油价格每公升各新台币0.8元及0.9元，这也是两年来最大降幅。调整后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铅汽油每公升34元、955铅汽油每公升35.5元、985铅汽油每公升37.5元、超级柴油每公升32.9元。人人保钓大联盟23日在台北举行923保钓大游行，上千名保钓人士组成的游行队伍从国父纪念馆出发，一路走到日本交流协会递交抗议书。保钓大联盟呼吁国人应抛开蓝绿恶斗，两岸也应先搁置争议，共同保钓，捍卫钓鱼台主权。2012日本超级系列羽球公开赛，年仅18岁的台湾小将戴资颖，23日在女单冠军赛费时57分钟，三局苦战，以9-21、21-9、21-14击败地主球员广濑荣里子，生涯首度在超级系列赛称后。美国职棒华盛顿国民队台湾投手王建民时隔3个月重返先发，王建民经过7-8月的小联盟投球，国民队看中他的大赛经验，在9月将他升上大联盟。他将在台湾时间24日凌晨1:35与主场迎战密尔瓦基酿酒人队。新唐俩电视整理报道。